原标题：老汉拾金不昧被雍正帝嘉奖，不仅获赐顶戴银两，还成为天下楷模。文格瓦拉同志，雍正帝即位之初，为改变世风之下物欲横流的现状，急需要树立一个光辉典型，让天下人群起而效仿，以此来移风易俗，塑造一种人心向善的社会氛围。雍正帝苦寻多年，终于在河南一位老汉身上看到他期望的所有闪光点，并迅速将其树立为全天下的楷模。这件事还要从雍正六年1728年的一件好人好事说起。雍正帝画像当年四月初三，陕西省三原县棉花贩子秦泰途经河南省孟津县时，不慎在该县的宋家山地界丢失包裹，其中装有用于购买棉花的170余两白银。雍正年间，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300元人民币，一说为600至1000元。此处存疑，那么170两白银便约等于现在的5.1万。对于小本生意人来讲，这已是一笔巨款。等到秦泰发觉银两丢失后，已经远离宋家山，在四处寻找无果后，便赶紧向当地地保备案，并在四邻八乡贴出告示，允诺一旦有人奉还银两的话，必定和他均分。就在秦泰近乎绝望之际，一个名叫狄世友的穷苦老汉适时出现，将他丢失的银两包原币归赵，并且谢绝失主的任何回报。狄世友拾金不昧，令人钦佩拾金不昧，且不要任何报酬。秦泰看着眼前这位身居佝偻、衣衫褴褛的老汉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便半是感激半是疑惑地问他，这样做究竟是为了啥？狄世友是个诚实人，如实回答道，当年我家老婆子丢失300文铜钱，都急得要死，如今你丢掉这么一大笔银钱，若找不到岂不是要寻短见？小买卖人不容易，或许这些银两就是你的全部家底，我老汉虽穷，却怎么忍心要你的救命钱？秦泰见狄氏犹有如此觉悟，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连忙叩头感谢不止。不久，狄氏有的一举传遍周边，并被县令获悉，在他的眼里，治下竟然有此等品行高尚之人，岂不是他这个父母官教化之功？所以孟津县另一方面派人嘉奖狄世友，一面向知府汇报此事以便撩宠，知府再向上司汇报情况，便被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静得知，并以密折的形式汇报给雍正帝。田文静将狄世友事迹汇报给皇帝，在皇帝眼里，狄世友的一举无疑是物欲横流、道德沦丧的社会中的一股清流，若将他树立为学习的典型，很可能会起到移风易俗的功效。所以雍正帝带着兴奋的心情发布谕旨，用1200余字的内容褒奖狄世友，称他的一举是风俗转移之明证，国家实在之祥瑞。见世宗献皇帝朱批谕旨，号召天下人学习。与此同时，雍正帝还恩赐狄世友七品顶戴，赏白银100两，并责成当地将他的事迹刻成石碑，立在拾金之处。然而雍正帝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之所以嘉奖狄世友，真实的目的在于整治腐败的吏治，希望官员们都能廉洁奉公，争当劳模。所以皇帝在恩赏的同时，还将诏旨抄送到京城内外所有官员手中，要求他们深刻领会狄世友精神，并以此改造自己，教化民众。雍正帝对狄世友的行为很赞赏，下令全国学习。然而积弊已久的官场不可能因为狄世友事件因彻底改观，唯一能带来变化的只能是助长官员们弄虚作假、阳奉阴违的作风。果不其然，从当年开始，狄氏有势人物便在地方上竞相出现，几乎成井喷势头，而督府大员们对于报道此事也是乐此不疲，
带有互相竞赛的意思。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清楚，就当时的社会风气而论，敌是有势的意识固然存在，但人数不可能多，若是扎堆出现，则说明其中必有大问题。然而刚愎自用的雍正帝却没有看出猫腻，反而还乐此不疲地评论道，以匹夫匹妇之余而能轻财上亿，目善乐施，云属难得。于资足争风俗向纯之见，懒走朕怀和盛愉悦。引文同赏，意思是源于朕的教化之功，连渔夫渔妇都懂得轻财上亿，目善乐施，实在是可喜可贺。乾隆帝一上台便废除乃父做法，雍正帝号召天下人学习狄士友，目的在于移风易俗，整饬吏治，但最终却收到严重注水的成果，实在是始料未及。而更人想不到是，雍正帝陶醉于人心向善的迷梦中无法自拔，一直到驾崩前都未能醒悟，实在是悲催至极。等到乾隆帝上台后，明令禁止官员再上报所谓的好人好事，才算是暂时断绝地方官弄虚作假，以骗取赏金，或借此猎取名声以求升迁之路。史料来源：是东宪皇帝朱熹谕旨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